这几天提到的水生植物挺多的，小撒就在琢磨着两栖的植物貌似中间差别挺大的。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看看水生植物在陆地上以及种在水里都有哪些差别吧。一、缠绕水草，这植物算是纯水生植物，不算是两栖。如果因为潮水退去的话，缠绕水草会直接死亡。它的优点缺点分明，主要就是可以缠绕僵尸的阶级太低了，不然无尽中也能开发效果。虽然能缠住并打断僵脖的涡轮吸引，但是有一定延迟，加上并无伤害，实际意义不大。二、脸小鹏，真正的两栖植物来啦。脸小鹏在陆地上的时候会像投手那样投射导弹攻击僵尸，攻击还有概率眩晕呢。而如果种植在海中的时候，脸小鹏的攻击就发生了改变啦，它的攻击手段变成了鱼雷，迎着海面破浪而行，对于攻击到的僵尸还能产生小范围建设伤害。大招的鱼雷也有区别，一个是抛物线炮弹范围伤害，一个是破浪式伤害整行最后沉底。三、猫尾草，猫尾草就挺特殊的，是两栖类植物，但是不同点在于它非常公平，无论是陆地种植还是海面种植，它的攻击手段如出一辙，大招也是这样，所以水生种植就是增加它可种植范围而已，不用莲叶，不用小黄鸭啦。四、鳄梨，鳄梨也是两栖植物，不过它不讲武德，反则来，在陆地种植是远程植物，能够吐出果核攻击僵尸，如果把它种在水里，它就一动不动了，纯纯的装死。但有僵尸靠近它，会立刻发起冲锋撕咬僵尸。关键是吧，陆地上的鳄梨也会这招呀，所以水中种植就比较鸡肋了。五、水仙化射手，这植物和猫尾草一样，陆地和水面都可以种植，关键一点在于它陆地和水面没有啥区别呀，多了一点种植区域空间而已。六、海神花，国际版的新植物，两栖植物之一，和莲香鹏类似，水中种植比陆地强多了，陆地上只能攻击本行僵尸，而在水面种植的话能攻击上中下三行，连大招也是这样的。当然还有我们的海蘑菇，在海面登场的时间也不远哦。